人家都去洗澡，你怎么不去洗啊？身上不脏，啊，不用洗。就你这身不脏？这身怎么了？啊？这叫光荣，知道吗，老同志？那战士啊，不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，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那衣服能干净得了啊？这要是穿的都，要都是穿的像他们那么光鲜，嘿嘿，这全中国能解放得了？你这个同志还有套理论啊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当兵的是不是好兵，不能光看外表。你呀，不了解我们红九连。哦，我给你背背家谱。步步将将，犯围剿，淮海战役，打南昌。行啊，老同志，有两下子啊。我告诉你，小伙子，你就在这个营区啊，你随便拉一个兵来问问。我告诉你，要数起家谱来，那两只手都数不过来。老黄历了，你今天不管用啊。要是以后有人问你了，说刘铁柱，你以后带着红九连准备怎么干，你怎么说？那我就告诉他啊，我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刘铁柱啊？你有名啊。好嘛，大名鼎鼎的红九连的连长刘铁柱，大张不要命，好炮筒子是吧？连长，你看，那个不会笑的高参谋来了。别瞎说，知道吗？199师的师长李水清，12岁就参加革命。12岁？你那会儿还撒尿和泥玩的。哎，那个四五长也来了。哪个四五长？就是和你聊天那个。李正。报告师长，全连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请稍息。稍息。同志们，我是华北军区第20兵团67军199师师长李水清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踩在你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将掀开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页，而你们将是这个光荣时刻第一见证者，将和199师的战士们一起参加伟大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，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检阅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鼓掌。